啲花生油冇晒咯，你得闲去买喂。上网买啦。啲米冇晒咯。上网买啦。阿妈啲朋友都冇见喎。上网买。阿妈喎。女人唔 keep 啊，真系好易老噶。呢个可以润泽皮肤，由大米发酵而成，可以令到皮肤晶莹剔透。搞护肤品一定要最贵，一定要够 work。我最中意肌研花润面霜。它蕴含住好珍贵的日本大米发酵成分，它的质地好松软，好似梳芙莉咁。除了保湿之余，仲可以减淡面上嗰啲鬼鼠小光纹，肤色即时透亮咗，轻轻按压整块面，令到肌肤更加容易吸收入面的白米养分。搓手，仲有咩好怕喎？